家里放的。你们都几点来？Thank you.
走是就是睡得太紧了，今天晚上没有12点以前睡觉，但是有时候折腾折腾就早上起得早，早上一般5点半。
早？五点半。也是五点半是吧？嗯哼。那你起来锻炼吗？锻炼五分钟，十分钟。那你为什么要五点半起来？早上看病人要早，七点钟就医院。但老师他这个沟特别的，我觉得特别难做，因为他很，这个沟很，对对对，我做不出来这个动作。